一直以来就是感谢 Hito 的就是支持，然后每次很期待在 Hito 的就是表演场地上给大家一个很难忘的 show， 所以我们这次也会应该是可以爆雷，我们会精心准备这样子。哇，太棒了，对，好消息。你问其他三位吧，你们心里会不平衡吗？其实不会啦，我觉得不会吗？如果是我就觉得说当然不要给他们啊，那希望就大家五个人一起看到就抽我们就好，弃九则保五间的，当然一定要是五间琴，因为五间琴拿了会有五个奖项， CB 就只有两颗，这样有道理耶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那前提是还得是我们得奖，因为照理几率来说我们入围两个，但得奖是别人在那边自己很开心，我们以后就这样子，我跟你组一个，你跟他组一个，你跟我组一个，再组一个，我就把所有的团体称霸，还是快来小小队。哦，没有，不会穿了，没有，单身单身，啊，就是做音乐而已啊。现在有尴尬？没有啊，还是有在一起写歌，对。现在是真的尴尬了。昨天我有一个局，然后因为是丫头生日，然后他就跟我讲说，哎，柯震东会来，然后我昨天还特别装法，结果他没来。好，哎，柯震东直接来密我好不好？DM DM。对啊，我们可以一起去玩呢。那想跟他拍戏？当然啦，床戏吧。